在我们喝了泡泡奶茶，过来这个公园眼镜店看一看。它以前是一个日本人开的眼镜店，后来打完仗以后日本人回去了，这个楼就空了，然后后来又被人家接手，慢慢的演变成今天的手信店、冰淇淋店。手信店啊，所以现在他卖很多这种台湾的手信啊，然后也顺道卖冰淇淋。然后他的二楼好像是个餐厅，如果没错的话。现在他卖各种各样的太阳饼。这个叫台湾饭泥烂公园蓝牙语段开手工饼干啊，这个饼干不是太阳饼。蓝牙语连接，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这个楼，它主要是它里面的设计特别的独特，有些人呢把它称之为长得像哈利波特的电影里面的一个景色，所以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参观来拍摄。绿豆酥，这些都是吃的绿豆酥，包装特别的精致，也是文化。蓝牙已断开。日本的蓝牙已连接。绿豆糕，倒啥片啊？对，对，好不好吃我们不知道。哦，这就是太阳饼是吗？大饼哦，不是，这个不太阳饼的大饼。好不好吃我们也不知道，反正它就像一个伴手礼。杏仁蛋白饼，就是因为包装很精致，所以好像买回去送给人就很漂亮，感觉像一本书一样。对对，它就是包装比较特别，比较独特。有杂糖，实际上都不是书，都是一盒一盒的各种各样的笔。嗯哦，没想到里面还挺大间的。哦，他的冰淇淋是在隔壁买，他隔壁另外一间卖冰淇淋的。很多人都说他的冰淇淋特别好吃，所以慕名而来就是来吃冰淇淋。布朗尼 ，brownie。这看起来怎么都像月饼，嗯，是不是？对，做的都像月饼。对对，像月饼啊。我不是一个爱吃饼的人，有些人特别爱吃饼。蓝牙已断开。蝴蝶酥。蓝牙已连接。说是觉得冰淇淋在外面买，哦，那看来大家都是买了就站在外面吃。这些还卖了一些茶，不一样的茶。蓝牙已断开，蓝牙已连接。这是洗手液。我以为是吃的。嗯，还挺香的。
各种的 cheesecake， 这是 cheesecake 吧？感觉蓝牙已断开。啊，是蛋糕吗？啊、蓝牙已连接、啊，是一种蛋糕。嗯。哦，这楼上是餐厅。哦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一下，楼上都有卖什么的，想吃的话就可以上去。哦，刚才服务员说现在想上去还没有位置，嗯，要等到下午四点才能有位置。蓝牙已断开。哦，他有卖太阳饼，那边就太阳饼。对，蓝牙已连接。是很火的地方。太阳饼好大。对，这太阳饼好大的感觉。嗯，因为它是叫台中太阳饼。好大。其实我真的对太阳饼不太感冒。不过有些人很爱吃太阳饼，我外婆就觉得太阳饼很好吃。啊，这是凤梨酥，凤酥羊饼。台湾的凤梨酥 （pineapple tart）， 蓝牙已断开。新加坡那边吗？蓝牙已连接。很不一样。他们叫树皮巧克力。对，有各种树皮巧克力，各种鲜的。对。老姜母啊，这是姜茶。龙肝兰，看龙肝兰。蓝牙已断开。日月潭茶。公园全茶。礼盒，觉得如果可能有人结婚的话，礼盒他们就可以来这里订，然后就比较精致，比较漂亮。我觉得有，你看他这里有专门给人结婚的礼盒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反正也是一种饼啊，是一个巧克力。有各种口味的巧克力，蔓越莓、绿茶、可可杏仁、紫薯、白可可芝麻、闪电薄饼。还有卖纪念袋，公园纪念提袋。哦，我的纪念提袋还不错。这个长得有点像土耳其的那些糕点。
你有拍它的上面吗？嗯。很多日本游客都会来这里参观，因为这个是他们以前的前辈在台湾的时候，在台湾生活留下来的一颗眼镜店。照惯例，大家参观完眼镜店以后都要过来买一个冰淇淋，因为他们说这里的冰淇淋很好吃。就是他们对公园珍珠奶，难道他们也卖珍珠奶茶吗？啊，你可以进来拍一下他们的 menu。公园珍奶啊，看来他们真的卖珍珠奶茶。闪电薄饼，带我走，也排队入口。那些人可能已经买好了，是吗？为什么都待到那了？都不约你走，走，我们进去买冰淇淋。哦，你买了，然后在那边拿号码牌，然后等着你的冰淇淋。感觉它的冰淇淋有好多种口味。应该是在这里排队点，然后可能到前面的时候你点。哇，好多口味啊！乌干达，33号，多米克，我感觉三个球饼杯。啊，口味在这里挑是吗？啊，我要那个那个凤梨，然后
要一个啊、阿里山乌龙茶，是不是有咖啡的还是什么？有啊，一个摩卡，对。那摩卡会加10块钱，可以，可以。当时要几支呢？嗯，当时要几支？要2支。对，好，对，用卡吗？啊，是用卡，对。好，谢谢。就在外面等是吗？215。我没有教这些东西。215。哦，可以选三个是吗？你要选什么？那要这个乳酪 cheesecake， 要那个蔓越莓，还要绿豆酥，好，绿豆酥。谢谢。有拍着吗？哎呦，还有一点危险哇哇的感觉，上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。所以我买了3个口味，有一个摩卡，一个是茶的口味，还有一个凤梨的口味。对，凤梨的口味，因为我们很少吃到凤梨的口味的冰淇淋。然后他送了3种，就是topping， 我们选了 cheesecake， 绿豆饼，还有一个蔓越莓 cranberry。所以现在我来吃一下，小心哦。哎呦，不敢把我的绿豆饼掉地上，很小心的把它先放在这里一下。嗯，我先开始试这个凤梨的口味。凤梨的口味特别的正，就是真的有一个凤梨的味道，然后不会太甜。特别的清爽，而且里面还有颗粒，还有凤梨的颗粒。这个是应该是伯爵奶茶口味，让我吃一下。它的茶的味道特别的香，很特别，难怪那么多人都要来吃它的冰淇淋，因为真的挺好吃的。它的那个茶的味道很重很浓。就是一吃你都觉得是真材实料，不像外面的冰淇淋、它的口味你一吃啊，你就觉得他们是加的香精的，这个绝对不是加香精的，还有一个咖啡的隐藏在下面。这个咖啡的口味要多10块钱哦，试一下这个咖啡的口味。你一吃你就知道这绝对不是那个香精的，所以一点都没有后悔过来吃。吃一下它的 cheesecake， 它的 cheesecake 特别好吃，让我想起了我们在日本吃的那个 cheesecake。好吃，好，非常推荐，来台中的人一定要过来吃。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过来吃，因为真的你不会在别的地方再吃到同样的，叫公园，对，叫公园眼科。其实在台南也有，我在台南也看到，我不知道台北有没有。有过来台南跟台中的人一定要来吃，你不会后悔的。